我们刚刚是八题啊。他说这个地球表面的重力场哦，已知是等于十啊。然后地球半径是 r。那火箭发射太阳神号宇宙船哦，开始的这角度哦都是五公尺每秒啊。然后现在上面有个弹簧秤，哦啊挂了一些质量九公斤的物体啊。啊，等到他爬到呢高度 h 的时候，他发现哦，这个弹簧秤的那个什么呢，四重是85牛顿，就是弹簧的张力是85牛顿。那现在问哦，这个太空船距离地面呢高多少？啊，这怎么做哈？这我如果把它站在里面看的话，我们现在求这里的重力场，这重力场我叫 g prime。哦，不然这里叫 g 零啊，啊这里叫 g， 哦，那叫 g 的时候哈，那我如果站在里面看的话哈，有个等效重力场往下，所以它的合成重力场哦 ，g prime 就等于多少？就等于呢，g 加 a，g 加五，我的 g 零是十，那现在算这里的 g。把这积算出来以后，我就知道这里高度。啊，那这样的话，怎么做好？这张力 T 哈85，那减掉呢 mg prime 哈，这9公斤，这等于零了。好，那我就知道呢，85呢等于9，它乘以五加 g。哦，85牛顿啊！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就知道说，9545移过去嘛，85减掉45，等于9g，这是吧？这40，所以 g 呢是等于9分之。40，哦，g 是等于9分之40。好，那 g 等于9分之40的话，就要跟这里 g 零。我们的这 g 哈，跟那个 r 平方乘完比，跟 r 平方乘完比，所以就是说哈，这里的那个 g 哈。除上 g 零啊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那个 r 哈，它除以那个 r， 除以那个 r 的平方了。它这 r 是这个，这小 r。啊，那我就可以算出来哈，这一比多少呢？这是10。它、啊、这是9分之40，一月温呢是9分之10，然后两边开放，大 R 除以小 R 是3分之2，也就是说，小 R 是等于2分之3倍的大 R。他说 H 呢 ，H 就是小 R 减掉大 R， 所以知道这 H 哈，就是小 R 减掉大 R。小 r 是2分之3，它怎样大，所以是2分之1。所以距离呢，半个地球半径的高光，所以 h 等于2分之1大，所以答案选 1。